推翻中共的 推翻中共的独裁统治，中华和平革命党主席高义立刻下台。高义作为中华和平革命党的主席，现在要求中共独裁帮凶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石泰峰，刘国栋、李干杰立刻下台，我们中华和平革命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。 革命一定要推翻中共独裁统治，中华和平革命党主席高义。中华民国112年12月，2023年12月。